国际乒联公开赛保加利亚站的比赛。今天凌晨 ,U21 小组男单女单冠军决出，女单是国乒内战早早锁定了冠亚军。可惜的是男乒小将徐海东杀入了男单决赛，却未能秀到最后，丢掉了本次公开赛的首个冠军。U21 女单决赛在张睿和王艺迪之间展开较量，他们两人都是双线作战，在女单资格赛中都顺利闯入了正赛，只不过两人前运都不佳，张睿首轮就要对阵乒乓女黄丁宁，而王艺迪则是对阵伊藤美诚。这个 U21 冠军是两人最有希望拿到的，首局两人就打得难分难解，最后还是张睿笑到最后11-9胜出。此局王艺迪张睿依然是缠斗局面，不过这局王艺迪在时平之后抓住了关键分机会，12:10拿下扳平了比分，这也大大提升了王艺迪的士气。随后两局比赛成了一边倒，王艺迪比较轻松的11-7 11-6干连赢两局，总比分王艺迪3-1逆转张睿拿到了 U21 女单冠军。男单决赛由徐海东和中国台北小将林允如展开争夺，首局徐海东有些不在状态，很快就以7-11败下阵来。第二局他调整好状态，和林允如斗得旗鼓相当，可惜打到时平之后他还是没能抵挡住林允如的攻势，连丢两分，10-12再输一局。陷入绝境的徐海东第三局未能完成反击，7-11再输，总比分0-3遭到林允如横扫，无缘 U21 男单冠军。不过乒也就此丢掉本站首冠，就和香港公开赛时很像。不过当时徐海东是在 U21 男单半决赛0-3不敌林云如，敲的是那站比赛 U21 组的男单女单冠军，正好也是林云如和王艺迪。接下来的正赛希望国乒终将都能有出色发挥，把男单女单冠军都揽入囊中，加油。